现在你自己开哦，听得懂吗？好，好 ，OK 啊、哦、，OK。他现在19，开始慢慢了解无助是什么滋味。高压11.09，然后低压66，心跳85，都正常。他现在33。开始感受到而立之年的种种压力。他现在50，早已不敢想象生活的其他可能。而你呢？19、33、50，你在哪里呢？我们相信，不论在哪里，你都在学习。学着在无助之后重新站稳脚步，独自闯荡未来。学着在压力之后了解，你的理想没有捷径，活出自己的节奏。因为对自己的热爱，学着勇敢想象不一样的生活。你知道你会感到无助，你会面对压力，你会变得实际。你知道不管你在哪里，什么年纪，都有他的问题。所以你决定继续学习。所以你决定让学习闪耀。Keep learning。 复大进修部。